其实，虽然考试通过了，咱也不能太放松，慢点喝啊。今儿不是高兴吗？破例一次，今天必须够开心了。好，我支持你。回答我，感谢你啊。这一晚上就剩下感谢了。严肃一点，我特别真诚地感谢你，雷达。每次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你都会在我的身边陪伴我一起度过难关。先干为敬。干嘛呀你？激动了。不行啊你。激动了。我呢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跟你说过，所以我今天啊必须当面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其实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放松。还有，非常有安全感。真的。